杰哥，梅西来北京了，能不能去找他合照？我全家人都给你点赞。那梅西人球王，那是你想见就能见到了，马上 VIP 包厢找梅西。这就是球王的魅力吗？我现在检票口没有看到梅西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你知道梅西在哪吗？应该准备出场了，楼上呢？在楼上是吧？啊，您去看看。行，谢谢啊。好嘞，拜拜。知道梅西在哪吗？到了。是不是大牌都来的晚呀？您好，你知道梅西在哪吗？在我的心里，这儿，在这儿，这儿，在这儿。你知道梅西在哪吗？我靠，这收不下你。那个，我觉得还是说这个。朋友们，随着这个全场的呐喊啊，咱们球王入场了。哎，人家走的是这个球员通道，我一想，这也你也没法合照了，让人先比赛吧，咱不如给他先加加油。然后各位，就在开场的第81秒，咱那个煤球王啊，他进球了。我说这足球这么好进吗？我这第一次现场看，没经验啊。那这最后你不得踢个这100比90几吗？突然啊，各位，我就发现这样一个事儿，我说这是阿根廷几号球员呀？这怎么和保安干起来了？我一看10号，哎，这梅西怎么保安追呢？咱先不管为什么追啊，你看这梅西这是快，哇塞，刚开始3个人啊根本就追不上，你看那个急转又来一个，1v4、1v5、1v6、1v7、8、9、10，1v10，一个人对抗一整支球队的人数啊，哎，摔倒了。就是这样，梅西从未想过征服赛场，他只是做球场上最自由的人。